们就知道如何更好的运用共振法则来为自己带来好运。我们要讲最核心的一句话，什么话呢？一旦你掌握了这个秘密，你的人生就会出现反转型的改变。就当一个算卦的算你，又短命，命也不好。我们如何从坏命变成好命，贱命变成贵命，穷命变成富命？啊，现在很多人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什么呀？人的命天注定，半点不由人。那是不是天注定的？啊，它这里面呢，天所注定的是什么呢？你的姓氏、你的血缘、你的爸爸妈妈，这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。可是呢，你上学你可以改变，你今天选择的是清华北大，你还是野鸡大学，这与你的努力是完全是成正比的，啊。不能说呀，这个人一出生就是不长命，那个人出生就是神长命，这个人一出生就是乞丐。哎，他这个里面决定是有努力的成分啊，也有外在的这个影响。啊，那我在不断的不厌其烦的给大家讲这个共振法则，也是我们讲的什么呀？吸引力法则的强调性。原因是什么呀？就是告诉我们，你今天的共振念是负面的还是正面的，善的还是恶的，自私自利的，你还是哎为天下的，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吸引力法则是宇宙中最强大的法则，就像什么呀？地心引力一样，地球这个引力我们都知道，牛顿发现的，你看苹果掉下来，哎，牛顿发现了地球的引力。这是宇宙的，哎，无时无刻不在发挥什么呀？作用。而此时此刻，它就正在你的生命中运行着。就是在你的生命中，现在运行的是什么？一定要发现这个秘密。简单的来说呢，吸引力法则就是你关注什么，就会将什么吸引进你的生活。你看，吸毒的人关注吸毒。你把它放到戒毒所里面，你看戒一年两年出来以后很快就染上毒品，为什么呀？他就关注这个嘛，啊，就是他所关注的点不同，就是你今天所有的关注点，你关注什么就会把什么吸引到你的生活中来。你包括学佛的一样，你会发现你周边学佛人特别多，啊，你这个圈呢是自自然然就形成了，就会将什么吸引进你的生活。任何你给予的能量和关注的事物都将来到我们自己身边。这就是我们经常听到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呀？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间未到。就是你今天是善的或者是恶的，一定还回到你身上来。这叫什么呀？循环法则，一定是循环的。因此，如果你坚持关注生活中的美好、正面的事物，你就会自动的将更多美好和正面的事物吸进你的生活。这段很重要啊，就是你今天关注的是什么，会把它可以直接吸引过来。你今天是正能量的，感恩、珍惜，你会发现你周边都是感恩和珍惜的人。我在我们单位跟我们很多同事在讲，我说我的那个圈和咱们这个圈不一样。他什么不一样？我说我们那个圈都是什么呀？捐款捐款再捐款。我说咱们这个圈是什么呀？争名夺利，我要当总经理，我要拿高奖金啊，只顾我自己，我管你老板死活的，你把我的奖金给我给完再说，我也不管我给你单位出多少力啊。我们几个部门经理就讲了，说呀，说我想培养一帮人，那新人进来老留不住。我就给他讲了，我说你搞小圈圈了，你肯定留不住嘛，是不是？你老把你亲近的人你都给他给权了，新来的人你表面上让人家来呢，给人家又不给权，还把人家排挤的不行，没有办法融入嘛，我错在你自己，
他们一听还真是，偶尔你们之所以只能打工，就是量太小，不能容人啊。人有容人之量，才能享人之福啊。我说你这个容人度不够，啊，这就是这样，就是我们一定要把美好的正面的事物就可以吸引到我们的生活中来。同样，如果你关注不好和负面的事物，你就会吸引更多不好和负面的事物。要不我这样，我经常给很多朋友在讲，很多朋友你看在微信圈，现在微信比较流行啊，大家都知道，那微信上什么烂名字都有，呀，简直起的那名字啊都难听的不行，你去看吧。要不就是他的微信圈儿，你看全是负能量。今天这个孩子死了，明天那个得癌症了，今天这个可怜的很，明天那个倒霉的很。你看他发的那个东西吧，你就知道他一定是倒霉鬼。我跟你讲，他肯定在那个悲哀的环境里面，不然他不会关注到这么多这种信息。正能量一点都没有，全是负能量。你看他经常关注的全部都是负能量的东西，他把这个负能量简直就关注到了极处，自己。无意识中，还变成了负能量的什么呀？宣传者和推手。啊，我经常在讲，你今天说的话，包括你今天的你的所有的微信圈、博客，包括微博里面，我们怎么办？负能量的东西连出都不出来，你一定把它要断绝了，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，啊。一定要把这个要变，要不我经常在讲，我说微信圈里面你去看吧，正能量和负能量一定是这样。那要是有人老发负能量的东西怎么办？把他拉黑嘛，踢出去嘛，别受他影响，就是这样啊，一点正能量不发，浪费流量，是不是？净发一些影响人的事情，这样是不对。包括微信圈，我们起的这个名字都要起什么呀？好名字，阳光的。让别人看到你这个名字以后都能被充电，哎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。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关注不好和负面的事物啊，你就会吸引来更多不好负面的东西啊。所以这一段很重要啊。如果你坚持关注生活中美好正面的事物，你就会自动的将更多美好和正面的事物吸引进你的生活。同样，如果你关注不好和负面的事物，你就会吸引来更多不好和负面的事物。啊，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，这是我们自己可以主导的。啊，其实你一直处于创造的状态，你一直在创造，每时每刻你都在创造自己的生活。这段我们要注意啊，你今天享福和受罪这种生活的氛围是什么呀？是你创造出来的，你自己完全可以创造啊，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。你看现在人有个毛病，大部分都生活在消极里面。什么消极？恨人有，笑人穷。谁有钱呢？他不向有钱人学习，他会想他是不是偷税漏税来的，看望人家倒霉。你看。实际对方呢还不知道，他把负能量给自己加一身，笑人穷，还天天笑这个穷笑那个穷，实际他最穷啊，真的是这样，人穷分很多种，最穷的是思想穷啊。我们要明白，很多人思想太穷了，穷到什么程度？靠吸毒去刺激。你想想，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。我们一直在创造。你是经由每一个简单的思想创造未来的，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，你无法做到停止片刻不去创造，因为创造从来不会停止，所以吸引力法则也从来不会停止运转。那这一段很重要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你今天要不断的运转什么呀？正能量，你这个运气，可以说我们这个场能就强大了。那你要是转的都是负能量，你越转越多，你周边全是负能量的人，啊，你会发现这天下倒霉人你都碰光了，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药，哎，给它要停止的，所以吸引力法则是从来不会停止运转的，
反正我们人，我们都知道，你这个生命，你是善的或者是恶的，这个是不会停止的。你今天不能说，我今天这个星期一我不想过去，我告诉你照样过去。有的人说我不过年了，我告诉你永远不会把你放在三十这一天，你可能要到初一，还要到初二了，一定是这样。要不我经常在讲，大家一定要看破放下。真要看破放下，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就是过客。你把墓地你转一圈，你也学习学习东西。若干年以后，说不上你还不如他呢，他的子女还给他买了骨灰盒，放在那个地方。你的子女说不上啃老呢，一想着买了骨灰盒，我真遇到现代社会发生的啊，看老爷子死了，买个骨灰盒还花几百块钱呢。那撒了就行了，还会问我说："秦老师，我爸的骨灰撒了，对我们有没有影响？"我说："怎么了？"他说："那死了嘛，死了以后火化了，我拿布给他包了包，要骨灰盒还要花几百块钱呢。"哎呀，我听完以后都比较诧异哦。现在社会啊，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他还会说对我有没有影响？有影响我就给他买了骨灰盒去，没影响我就把他撒了，省得还要祭祀，挺麻烦的，买个墓地还要几万。我们想想，这都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！现在人这个观念就是恶性啊，这种循环。那我们想到这个儿子做这个事儿虽不对，可是谁造成的？是死了的老爹造成的，并不怪这个儿子，一定是他造成的。他恶的这种循环啊，导致他出现了这样的动作。这就是吸引力法则从来不会停止运转。为什么我们能创造自己的生活呢？而不是被生活而创造呢？这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的能量的运动形式是什么呀？是振动。能量的运动形式是振动，纯净而简单。你看我们想什么呀？太阳、月亮和星星都是由相同的能量组成的。我们想一想，月亮和星星的光是哪来的？太阳来的，它是一个共同的能量组合的。那就是我们和自己的孩子，我们和自己的父母是同样的一个能量组合，一定是一个同样一个能量组合。我经常在讲，我们父母生的我们，父母的这个身上的能量直接影响我们，那这个是完全是直接影响的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你是一个能行走的、会说话的、以人类身体形式、细胞组成体现出来的智慧能量，一切都是能量，所有的物质也都是能量，包括我们的花草树木、月亮、星星、风和水、火，它都是能量组合，包括人也是，它是个能量的组合。能量不能被创造者创造着或者毁灭，能量是不能被什么呀创造或者被毁灭的。包括我们看到春天百花都齐放了，是不是？你不能说我把这个树叶揪了，你把它揪下来以后，它照样生根，它照样发新叶子，你是不能阻碍它的，这是它生根发芽的能量啊，这是生根发芽的能量。均匀的分布在所有的时空之中，能量会持续运动，从不停歇。就是能量也是不断的运行的，它是不会停止的。包括我们人一样，我们的细胞啊，我们现在都知道医学的讲，我们的细胞这个不断的这个什么生死，它一直是高强度的运转，不会因为你怎么样它去改变啊。能量随思想波振动而动，你是被各种波动频率连接的。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身体状态，你的这个能量看是被谁开启呢，或者我们在开启谁。你被佛菩萨开启你就慈悲了，你被鬼开启了那你就受罪了啊。实际六道也是这样，你是天神开启你的，阿修罗开启你的，还是畜生恶鬼，你在开启谁呢？你给别人现在传递的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？
啊，这个能量反正是除了正能量就是负能量，看你在正能量里面还是在负能量里面所产生的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我们和所有的事物所有的人都是连接在一起的，你绝对是更伟大的整体中独一无二的一部分。那我们这一句话一听，我们觉得佛讲的一句话了，佛看众生皆是佛啊，共同一法身，一定是共同一法身的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就说我们和所有的事物所有的人都是什么呀，连接在一起的，一定是连接在一起的。我们呢绝对是更伟大的整体中独一无二的一部分，是构成整个宇宙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你是处于一个更大的能量场中的一个能量球，就像我们知道的海水一样，就像一滴水，你放在碗里，什么金碗、铜碗、瓷碗，任何碗的这一滴水都容易干，可是你要放在大海里面是干不了的。大海水看着非常的浩瀚，我告诉你，都是滴水成海的。啊，那讲到这一块以后，我们大家就明白一个道理了。我给大家讲过，当一个人在亏笑的时间为什么不顺利？你在亏笑的时间，你这个亏笑的这个能量波就会和全球所有亏笑的能量波聚集到一起，这个能量波就把你就害死了。当你犯邪淫的时间，你这个邪淫的能量波也会慢慢的和所有的邪淫的能量波聚到一起，把你就克制了。包括浪费五谷也是一样，你今天你浪费了一个馒头，我告诉你，今天全球所有人只要浪费过馒头的面食，和你这个浪费的馒头会产生一个能量的对接，你就出问题了啊！这个一定是这样。当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，你就想想，哦，原来我们是宇宙之中的一个能量球，你只是一个能量球啊，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呀，你在家庭，你的这个能量场大到什么程度，小到什么程度？同样是一个人啊，你看孙中山、毛泽东，他能影响一个国家，影响一个政权。可是我们是同样是一个人呢，我们连家庭都影响不了，连孩子都影响不了，还别说他们呢，我们连自己都影响不了。我们这个能量球是非常小的，啊，我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我们想一想，英特尔网络，你看不见它，触摸不到它，但是你知道它在哪里，真实的存在着，这是绝对真实的。啊，就像网络一样，我们都知道，现在你打开网络以后，全球所有新闻你都知道了，是不是？那简直瞬息间，我们大家在这个浩瀚的网络里面，你就是一个分子而已。啊，就是这样。啊，这是一种看不见的能量连接，这种连接把我们和所有人联系起来了。你看我们这吃苹果的时间和土壤连接了，和水分，和阳光，和农民，和卖苹果的，和运输苹果的，就是你在间接或者直接和这些人全部都连接在一起了。它是个能量网络，一定是网络连接。我们就知道，贼认识全是贼，部长认识全是部长，吸毒的认识全是吸毒的，学佛的认识全是学佛的。他那个能量场，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什么人脉关系，他那个圈是自自然然形成的一个网络，你是不能否定啊，它是自自然然就联系起来了啊，这是一种我们看不见的能量连接啊，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。这种连接把我们和所有人联系起来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因为这一块也是比较深啊，都是现代的一些名词，我们可以想到的。就像我给大家说的，我说全世界有多少厕所啊，你只需要说男厕所女厕所两个就行了，这是总纲。宇宙法则里面有很多法则，你就想就是阴阳法则，阴阳法则代表人物就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，实际就是这样，就这么简单。
当你明白了这个法则以后，你再把它细分，细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人他在正能量里面，他未来运气肯定很好，负能量肯定会倒霉。这就是他在吸收的是阳光还是吸收的是阴天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你看我们要看到太阳干什么，太阳热死了，你要佛教的时候一看，这叫佛光普照。我们下雨了赶快打把伞，可是我们在寺庙法师就是什么打什么伞啊，这叫观音菩萨普降甘露呢。大家一听赶快把雨伞全收了，哎呀赶快站着淋淋雨挺好，你看是不是同样的一个道理，就是你在哎和谁在连接，就是你一定要用正能量的方法啊，去这样去做这一类的事情，这才是非常有意义的啊。这就叫什么呀，能量随思想波震动而动啊，我们只是被各种波动频率连接的一份子，我们也是这个能量场里面的一个能量球而已，真是个能量球而已啊。这就是我们看不见的能量场，就是你今天笑，你会跟所有微笑的人产生一个微笑的能量场，你今天哭也会和所有的能量场产生一个哭。大家有没有注意，经济发达的时间全球经济发达，经济不发达的时间我们有没有注意，全球全部遇到金融危机，什么欧洲啊美洲啊亚洲啊全部进入经济危机啊，包括股市跌一样，一跌全跌，一涨全涨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它那个能量场也是聚集的啊。好，这堂课讲到这里。